宜兰一名小五的男童，为了体贴罹患癌症的妈妈，决定要跟着剃光头，相当温暖心。电剪穿梭在发间，一刀刀下去，利落短发瞬间变不见。男孩开心对着镜头比耶，看似一般理发，不过这里面可是藏着对妈妈的贴心想法。妈妈因为那个癌症啊，她太孤单了，怕她没自信。因为妈妈罹癌，男孩在爱美的年纪选择剪去一头黑发。他温暖体贴，更在乎妈妈的心情。刚有去上学，怕不怕同学笑？不怕。为什么？因为班上有很多男生是光头。嗯。而且我还觉得我光头还显帅。男孩举动令人动容。今年就读小学五年级的方灿，因为妈妈今年五月发现罹癌，六月开刀接着化疗，他跟妹妹协助照顾，生活起居，孩子无微不至，令妈妈感动到掉泪。很感谢哥哥啊，因为哥哥怕我就是心情比较不太好，希望跟我一起剃光头。妈，我黑糖水泡好了。不止哥哥，妹妹在日常也会注意到妈妈身体不适，主动泡红糖水，暖心又暖胃。墙上一张张祝福卡片以及合照，都是全家人好感情的痕迹。兄妹俩小小年纪与妈妈共同抵御病魔，盼能快快好起来。记者张凯婷，宜兰采访报道。